皇说的那个天命人。你这猴儿玩性不改，这下不妙，都知道你闯进来了。这钟声洪亮清朗，惊动了这儿的妖精，再往前走可要万万小心。小神有种不好的预感，钟响之后，后山传来的怨气似乎更重了一些。算了算了，想那么多做甚？现在山里大大小小的妖精都知道你闯进来了，干脆一鼓作气把他们收拾干净吧。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忘了最好。那三口钟你可都见过了，旁人念念不忘的也是你所求的吗？钟自那黑风怪回来后，山里便立起了三口红钟，却不许旁人靠近。莫非那三口钟与当年的火烧禅院有关？此人所言不像假话，小猴子你可暗自留心。阿弥陀佛。
那三口红钟终于响了。徒儿们，又有外面的老爷们过来了，给我带新宝贝了。我看不见样貌，但我能闻到那股骚味儿。莫非是你？你回来了！定是你把那袈裟藏起来了，快还给我！
我今年270岁，空乘了几百件袈裟，怎么得有他这一件？不！光之光芒，那袈裟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！你们别烧，都别烧啊！照，当年大圣从广目天王那里借来的神器居然还在这里，你想必是超度过那个人了。哎，缘起缘落，只因多看一眼。天色不早，赶紧上山吧。